我个人是小，但是我显然已经成为国民党利用我个人论文的事件，然后不断的做攻击，让我们其他县市的候选人都没有办法充分的被看见。我觉得我个人的事都是微不足道，滋味末节，也不值得提起。所以我在今天选对会会议当中，向选对会的成员来报告，我个人是小，但是我显然已经成为国民党利用我个人论文的事件，然后不断的做攻击，让我们其他县市的候选人，他们提出了可能很好的政见，很好的城市的擘画和愿景，都没有办法充分的被看见。这个是我会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最主要的关键。那么其他的，我觉得我个人的事都是微不足道，滋味末节，也不值得提起。